大家好啊，本来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第三方导出 Excel 的类库，但是呢，我发现要准备很多数据。大家看，这有一个订单类，我想构建一个测试用的 list。之后呢，我准备了一些假的数据，我就想到了之前视频里提到的方法，把这些数据导到 list 里面。之前是导到数据库里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在这后面写一个公式，公式我提前写好了，就是这个回车。然后呢，我把它双击复制，然后回来粘贴。然后把 date 类导一下，大家看缩小一点，这样就生成了很多订单数据。好，明天我来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导出 Excel 的类库。